伦敦黑天特别早，它一般4点就黑天了。现在我们出来走一走，看看夜景。这边晚上人还是挺多的，这边有 Christmas 装饰，装的也很漂亮。哇、wow, ，Look at this！Look at the line for Ben's cookie. It must be good. 现在这里还是人山人海的感觉，主要是这里面餐馆特别多。Piccadilly Soho。 现在这些装饰做得真好看。这条路这个弯儿是特别好看。Make a circle. Here we go.W Hotel right here， 它的旁边就是 Chinatown。的人在走位，还很多人在走。生意都不错。